些东西哈，如果它可以被拿走，所以这个要赶快去。老师啦，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要点那个开始啊？哎，这个是你喜欢在做这个什么事？目前为止，我们从开了最满四年的任内，他要打掉西方老街，他要打掉淡水老街，我今天讲快拆，然后把新总跟约略有前科，然后超过50岁以上的可以佐证的把它列出来，啊，就好像说我们新店港公司刚开始就是上面有编号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芝山岩附近建案，就是密密麻麻很多。那这些建案，如果你这个景观管制的高度不赶快做下去的话，是建案将来就是。有争议的部分，好，这个部分刚才已经跟詹委那边确认过了。